霸王龙，你怎么能抓我姐姐呢？快点放他下来！小智，只要你能让这辆小警车爬上来，我就放了你的姐姐。那好吧，我来试一下。我要按这个红色按钮，小警车出发。再旋转这个红色按钮，小警车转弯。继续转，接着旋转绿色按钮，小警车爬上去。直升机支援，再按黄色，飞过去啦！嘿，哎呀，桥断了，我要怎么才能过去呀？小警车准备出发，啾！没想到小警车真的过来了，那我就把佩奇给放了吧。我终于下来了，乔治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哎，这谁的钥匙啊？我先捡起来，放在我的兜里。妈妈，回家之后我想吃披萨，你能给我做一个吗？好啊，走吧，咱回家。快开门吧。好的。哦哦，妈妈，钥匙在你那儿吧？没有啊，在你那儿。可是，妈妈，我的钥匙找不到了。什么？你不会又把钥匙弄丢了吧？我的天呀，你一个月已经弄丢四个钥匙了。嗯，我知道，知道。这回咱们进不去屋了吧？嗯，我很想吃大披萨呢。我捡的钥匙会不会是乔治的呢？乔治，你看，这是你的钥匙吗？哦，是，谢谢哥哥。不客气，妈妈，你看，钥匙，快开门吧。妈妈，那回家是不是还能做大披萨呀？做什么披萨？吃面条。啊，擀面。哎，我找不到妈妈了。卖糖嘞，好吃的糖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熊大叔，我找不到妈妈了。哦，找不到妈妈啦，妈妈也许一会儿就来了。来，熊大叔给你拿一块糖，吃块糖，笑一笑。嗯，谢谢熊大叔。朵朵，哎呦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嗯，妈妈，卖糖嘞。嗯，熊大叔走了，熊大叔还给我一块糖呢。谢谢熊大叔。哎，这里是干什么的？还不让进，开开门，让我僵尸进去，看看这里是什么。这里禁止入内，请你快回去吧。什么？我僵尸你都不怕？我就要进去看一看。这里有电，还有信号塔，非工作人员是不可以进去的。赶快回去吧。不让我进，你信不信我把这拆了，把你也给吃了？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可要开枪了。哎呀妈呀！来真的了，我走。哎呦，还是赶快跑吧。妈妈妈妈，救命救命，我害怕。佩奇，你怎么了啊？家里怎么会有两只大老虎？太可怕了。妈妈妈妈，我怕，怎么办呢？佩奇别怕，有妈妈在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我们先把梯子拿开，这样他就上不来了。咦，妈妈姐姐，你们怎么了？乔治，赶快上来，下面有老虎。妈妈，这是我刚才买的老虎玩具，你怕什么呀？乔治，你也太淘气了吧，看我等一下怎么收拾你。哼，玩木马喽！哦，姐姐你下来，我也要玩木马。乔治，你不是最喜欢玩滑梯了吗？让姐姐玩一会儿木马好不好呀？不好不好，你下来，我要玩。那好吧，给你玩吧，谁让我是你的姐姐呢？嘿嘿，这还差不多。乔治，难道你就不应该说声谢谢吗？不要不要，行，不跟你计较了，那我就去玩滑梯吧。咚咚咚咚啊！姐姐有妖怪，乔治别害怕，姐姐来保护你。妖怪，你不要伤害我的弟弟。两位小朋友，你们看看我是谁呀？姐姐，他好像是爸爸。乔治，我们的爸爸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呢？佩奇，乔治，你们难道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吗？我是你们的猪爸爸呀。你真的是我们的爸爸吗？是呀，你们不是最喜欢奥特曼了吗？我呀，只不过是穿了一件奥特曼的衣服。哎呀，爸爸，你快点把这个衣服换过来吧。是啊，爸爸，你快点把这衣服给换掉吧。好好好，我这就把衣服换掉。看看，爸爸又变回原来的样子啦。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爸爸。